间哦，都是守护着叱咤风云。好，请高宏带着小朋友，我们一起看正中间，帮我们看一下哦。好，麻烦右手左手边，谢谢。好的，右手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右手边。好的，我们跟摄影高台的摄影挥挥手哦。好，我们有动态摄影的也帮我们看一下，谢谢。正中间，谢谢。谢谢谢谢叱咤风云的制片人刘畊宏，谢谢。待会大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哦，我们在里面有好多的细节，真的是有两位制片人大家非常努力投入的心血。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叱咤风云的制片人彭小刀，欢迎小刀。小刀也是为了这部片而投注了非常多的心力，任何的细节都事必躬亲，谢谢。从天团五六六到现在制作电影啊，让大家看到目前到幕后都要打造最热血的赛车电影，谢谢。来正前方，好的，右手边帮我们看一下哦。好的，左手边。好，麻烦小刀的正中间再帮我们看一下，谢谢谢谢制片人小刀，谢谢。哎，请小刀。好好的，我们先入席，谢谢。好的，一部电影的成功，监制是非常重要的哦，不管是影像上的速度感，或者是音乐的细节，这位监制都让所有的朋友们看到他的用心。好的，我们要欢迎叱咤风云的监制，欢迎周杰伦。好，周杰伦从我们 RWB 走向红毯。好的，身为监制的周杰伦呢，不单是讲究镜头美学，而且我们非常在音乐上面也非常的让大家看到非常琢磨啊、我们在现场听到非常洗脑的主题曲《叱咤风云》，也是由他亲自出马制作，而且还客串电影当中的关键转折角色山道车程摄影，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在大荧幕上都可以再次感受到杰伦带给大家的风采，谢谢。好，接下来欢迎导演，欢迎陈谦导演。导演来到现场，导演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赛车高手哦。好的，导演也拿下了亚洲卡丁跟方程式赛车的冠军，所以非常了解速度跟赛车精神，讲究每一个在车子进行当中的所有的镜头，所以要请大家一起来期待大荧幕竞速的刺激感。好，导演的右手边帮我们看一下哦。好，导演的左手边，谢谢。好，正中间，导演帮我们看一下哦，正中间。好，谢谢谢谢导演，待会让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在这个电影的制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很辛苦的地方或很难忘的地方。好的，现在呢要来到红毯上的是我们电影当中我们有两个车队，代表这个 Lions 车队的这个伙伴，还有 Wops 的伙伴也都来到了现场。首先要欢迎是 Wops 里面的这个雷霆车手，饰演宋杰的高音轩，欢迎轩来到现场。好的，这也是要抢夺车王宝座的唯一反派车手，由高音轩饰演啊、好的，也乘坐着我们电影当中的 Wops 的黑绿色的赛车来到现场。好的，请运动的左手边，好，右手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好，麻烦正中间也帮我们看一下哦，谢谢。谢谢谢谢高音轩，谢谢。好的，紧接着呢要登上红毯的，既然我们有这个要对抗的感受哦，所以 Wolf 车队的对抗的就是 Lions 的车队，但是谁能够把一个车队经营得很好呢，要请我们的这个幕后推手饰演阿生的柯友伦 Alan， 欢迎。好的， Alan 在
电影当中是继承他父亲老生的志愿，成为 The Lions 车队的新领袖。但是没想到进一个车队，不单是要让车手能够非常的在这个赛道上拥有非常多放心的所有的细节，重点是还需要钱呐、啊。所以这阿森在电影当中有非常多苦恼的这一切难关要如何度过？好的，嗯，正中间，好，左手边的媒体也帮我们看一下哦。好的，谢谢，谢谢 Ellen， 谢谢。好的，接下来呢，来到红毯上的是 Lions 车队的车王，这位车王呢有叱咤风云的非常风光的时刻，但是却因为身体的状况哦，可能会影响他的比赛的这个状态。我们要欢迎范逸臣，范逸臣在叱咤风云当中饰演的是车王李逸飞，请范逸臣，我们来到现场，来麻烦正中间。好，麻烦范逸臣的右手边下方帮我们看一下。好，麻烦左手边下方。好，正中间的帮我们看一下哦，谢谢。到底在李逸飞车王的带领之下，能不能让 Lions 重回我们赛车第一名的宝座？也欢迎大家1月16号进到戏院。好的，接着要步上红毯的呢是叱咤风云当中，让大家看到从一开始好紧张，只要一紧张就会有很多身体反应的这个追风车手啊，饰演杜杰克的曹佑宁。欢迎，欢迎曹佑宁来到红毯上，欢迎。好的，请大家要跟曹宁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本来只是模拟赛车游戏的这个玩家，怎么样可以变成踏踏实实的进入到真实的赛车世界？来，请曹佑宁来跟大家分享。谢谢，我们电影海报上有个 slogan 哦，就是油门全开，就是要追到你。到底为什么要赛车？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好，谢谢曹宁，谢谢。好的，请接着来到现场的哦，就是当然全片当中非常厉害的女主角，欢迎饰演《叱咤风云》当中 Lions 的首席女车神昆凌。非常帅气的来到现场，在电影当中也让大家看到昆凌超厉害，不但很会开赛车，重点还会骑重机哦。待会要让昆凌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好，麻烦正中间，谢谢。好，麻烦左手边帮我们看一下哦，谢谢昆凌。谢谢，我们待会要让昆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饰演这个吕丽丽有没有什么辛苦的过程啊？谢谢，来，我们先请入座，谢谢。好的，然后再次谢谢今天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啊，我们刚刚都捕捉到这个这么多非常帅气的车阵来到了现场，我们要麻烦大家也把镜头转回我们的主舞台，也要感谢今天在现场一起支持的所有影迷朋友们哦，叱咤风云即将在1月16号要跟所有好朋友们见面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有这么棒的场地啊，要非常谢谢力宝乐园度假区的副董事长陈志宏，请陈志宏副董事长跟我们说几句话好吗？麻烦台上请，谢谢。来，麦克风，谢谢。好，请副董事长跟我们说几句话。叱咤风云的制作、发行有关单位，导演，还有我们现场闪闪发亮的主要演员们、工作同仁，各位媒体，各位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午安。谢谢。我们都知道文化跟运动它的穿透力是最强的，那么可以说它的威力啊无远佛界，那么电影作为文化最通俗的一种呈现方式，而赛车运动根据 FIA 的统计，
全球有14亿的关注人口，所以我想叱咤风云以电影来表达运动赛事已经立于必胜的一个基础。首先我要恭喜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盛典。那么当时回想在拍摄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赛道这个只有这个 go kart 的部分是完成的，部分的设施是完成的，但是方程式赛道还有好多的设施，还有我们的主题饭店都还没有完成。不过呢，我们全体同仁啊都想尽办法尽量来满足所有拍摄的各种需要，而我们也见证到拍摄一部巨著，一部这个电影，它所花费的心力。在现场啊，我们可以看到全体的剧组同仁可以说是怎么样的呕心沥血啊，可以说让人非常的感动。因此呢，我想对于这部电影呈现给我们社会大众广大的影迷，应该会这个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期待。那么因为我们剧组同仁非常努力的在文宣推广，因此我们在上礼拜开始陆续在各个媒体都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资讯。那么其中呢，根据报载啊，我们女主角好像有意想组一个卡丁车队啊。我要代表力宝赛道跟中华车会，也就是作为 FIA 台湾区的代表，欢迎，如果有机会组成的话，我们一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协助有关车队的发展。那么我要特别讲一下啊，我也推广一下这个卡丁车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卡丁运动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让不同年龄层的一般群众可以从娱乐当中学习到驾驶安全知识等等，同时它也是孕育方程式赛道的重要选手的一个摇篮。我想我们导演本身就是赛车的选手啊，对于 go kart 的重要性他非常的了解，而我们的赛道啊，它是国际一级的这个标准，而这个当时我们呕心沥血来做这个事情，到现在来看也非常凑巧啊，我们当时拍摄整个场域还没有完成，但今天的这个发行啊，凑巧我们这个赛道方程赛道也完成了 FIA 国际的认证，因此呢，谢谢未来大家可以有目共睹，我们已经申办了国际的圆桌会议，各种的大型的赛事活动即将在这个赛道呈现给大家。同时我想也利用今天这样一个凑巧啊，可以看得到这部电影的发行必然也会大卖，必然也会成功。再一次强调，电影作为文化的一个呈现方式，它可以影响普罗大众非常的深远。一部成功的电影的发行，它的威力无穷。我们看好莱坞有一部片叫做《赛道狂人》啊，相信很多人看过。透过这部电影，一般人不了解的利曼赛事，乃至于对于汽车工业、赛车运动，都有了一些认识跟一些接触的经验。因此呢，我想借这个案例，首先要祝福我们今天的这部发行电影《叱咤风云》，借由他们在全球各地的发行跟广大影迷的接触，把赛车运动做了更好的推广，也利用这个机会祝福，再次的祝福，这样用心拍摄的一部电影能够在票房得到支持啊，也要呼吁大家踊跃来购票，踊跃来观赏。庆祝今天的这个首映会圆满成功，也祝福各位心想事成，身体健康，谢谢大家。谢谢力宝国际赛车场的陈志宏 CEO， 谢谢。好的，要请 CEO， 我们先请入座哦。刚刚 CEO 特别强调，文化是可以就是带动我们整个的社会风气，所以各位主创还有演员们，
你们非常重要，你们要影响整个地球了，好不好？哦，希望叱咤风云在整个的国际上都能够有一个新的这个开创的感觉。当然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筹备了6年，花了半年的时间拍摄，一定有很多辛苦的地方，但有很多难忘的地方。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主创团队台上请，好不好？欢迎高红、小刀还有导演，欢迎我们三位台上请。好的，我们先一起拍个合照哦，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么重要的这个叱咤风云带给大家，就是要有所有的好朋友、好兄弟跟好伙伴一起携手合作。来，正中间帮我们一起看一下哦。好，麻烦右手边。好，来你们的右手边，好，你们的右手边，好的，好，来左手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好，来谢谢，我们请工作人员将麦克风交给我们两位制片人以及导演，我觉得应该请小刀先当代表一下，跟我们现场好多的贵宾，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么棒的作品的朋友们先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刀，然后在这部电影里面我跟高红两个是出品人，然后也是制片人。好，然后其实一部电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参与的人实在太多太多，尤其在我们这个力宝赛车场的那个阶段，因为力宝赛车场很大，所以每一次只要一开拍的时候是就是200-300人的阵仗。对，然后真的我觉得这部电影除了我们主创导演用心监制演员，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推手，就是我们力宝赛车场，非常感谢我们力宝集团大力的支持，因为我们电影一直在拍一直在拍，他们不断的给我们支持，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所有剧组再回到力宝赛车场来做我们的首映是有特别的意义，非常感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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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所以我们才说天时地利跟人和，对不对？所以才可以成就叱咤风云哦。来，跟红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中间有没有让你觉得哇，一度很快要想要抓狂，或者是整个印象很深刻的感觉？我觉得我要讲的是说，还好这部电影是几个朋友一起完成，我跟导演两个同月同日生，我们从认识到现在，这个大概有8年了吧，7-8年了，好像差不多，然后更久，然后小刀杰伦，我们已经大概是20年的交情，如果不是这样子，大家早就拆伙了，因为没有这么深厚的友情，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友情做基础，彼此是很难有这么多的体谅的。对，那这次真的因为遇到的问题也非常的多，那挑战也很大。毕竟如果这个电影好拍，那一定很多人都拍赛车电影。是的，那大家晓得你在现在华人里面基本上是看不到赛车的电影的，那有飙车的可能可以看一看广告或什么，但头文字 D 之后基本上连两辆要飙车的都很难看到，所以我们感谢所有支持，尤其是力宝，我们也算陪着力宝一起完成的， 对吧，我们是见证他最久的，从怪手在那边挖我们就在这拍了，对对对，但今天我们回来看到力宝整个是完全这个焕然一新，我们自己会觉得很感动，整个赛道站在这个上面，以前这上面根本都还不能，但我们早就在上面拍了，对，那非常感恩，也谢谢所有现场来的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叱咤风云，谢谢谢谢。好的，刚刚跟朋友特别提到要拍出一个非常棒的赛车的电影非常非常的难，我觉得这个也是导演对你来说也是个很疯狂的冒险，而且因为你本身是赛车手，所以在速度跟画面的掌控上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要求，要不要请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好，我深深感受到身为一个车手，我深深感受到要拍一部赛车电影比真正的赛车还要疯狂，真的。那你当你要做一个疯狂的事，你就要先有很多跟你一起疯狂的伙伴愿意挺你，是。然后我这边也谢谢力宝，要给我们很多的支持。那我最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一起疯狂的工作人员跟演员们。感谢你们的疯狂。这些车手都是哇，我们的特技车手就是受伤了还不讲，然后冰那个忍伤上阵什么的，大家都想要在时间点内把这个电影完成。那你各位在荧幕里面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拼劲。然后呢，另外我也要特别感谢今天号召了很多很特别的改装车的车友，
来帮我们造势、yes, yes. 然后他们正在那边辛苦的正在排叱咤风云四个字，然后300多辆，我想要特别谢谢他们，他们特别请假然后动员无偿的来帮我们完成这个壮举，谢谢车友们，谢谢谢谢，要真的谢谢大家的一起共襄盛举啊，谢谢导演，谢谢两位制片人，谢谢我们邀请三位先请回各位，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麦克风，谢谢。好的，一部非常棒的作品哦，台前幕后大家的疯狂一起互相合作，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要有像刚刚这个导演说的，我们要有疯狂的演员哦，我们先邀请在这个 Wolf 车队跟 Lions 车队这三位，也是让大家看到很多非常精彩的这个，不管是吵架的也好啦，或者是飙车也好啊，我们要邀请三位来到现场，欢迎范逸臣、柯有伦跟高英轩，欢迎。好，我们三位先一起拍个合照啊，我们让车王站中间好不好？车王啊，来正中间，我们来看一下哦，来。正中间，现在看到这很和谐的感觉。1月16号进到戏院就知道三个人吵得有多凶啊！好，来右手边帮我们看一下三位的右手边。好，左手边我们帮我们看一下哦。我们现在听到的《叱咤风云》啊，也是由监制周杰伦亲口打造，让这个柯有伦跟范逸臣在歌声当中，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叱咤的感受。来，郑东坚帮我们看一下。谢谢，我们请工作人员将麦克风交给我们三位非常厉害优秀的演员啊。来，我们先请车王李逸飞。范逸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逸臣，饰演的是李逸飞这个角色。谢谢。现在很谦虚哦，就是饰演李逸飞的角色，因为到时候大家看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画面，他打电话说：“哎，我是车王李逸飞。”自己自称车王还蛮可爱的哈、哦。对，然后就被挂掉了。哦，所以以后我要说：“大家好，我是明星海玉芬。”太可爱了啊、哦！好，来请 Alan 在里面饰演是阿生。哎，大家好，我是柯有伦，在《叱咤风云》里面饰演的是阿生这个领队，谢谢。谢谢。好，在里面饰演是 Wolf 车队当中非常让人家讨厌的宋杰高英轩。大家好，我是高英轩，在里面饰演宋杰，就是反派，就是讨人厌，就是。对，真的很讨人厌。他刚刚在休息室拿餐点吃的时候，因为演得太讨人厌，我都不想要给他吃东西。为什么会恨得牙痒痒？我们要请三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范逸臣，要不要先跟我们分享一下饰演这个李逸飞的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有整个的拍摄题材，对你来说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其实很多印象深刻的地方，尤其我本身其实车技是真的不怎么样，就完全是要靠导演，完全是要靠摄影，完全是要靠其他的我们的车手，是，然后塑造出这个很厉害的这个角色。那有一幕很令我难忘的就是，我在这个日出的时候，在这个方向往这个方向看，然后望着那个老生。也就是林庆台饰演的那个老师的角色，然后我就这样望着他，那一幕是我最难忘的。最难忘的啊、哦！其实那一幕为什么会出现，我们也先不能说，因为这个是剧情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是，但是我必须说，林庆台饰演的老师在里面应该是阿生的爸爸，对不对？对。怎么会跟那个李逸飞有父子俩啊？就是这个感觉是比较特别的。这可能是在外传的时候会写到。好，为什么会有父子？为什么会有父子？可能是老身不小心在外面，不小心的时候。原来我们真的是兄弟啊！真的真的太好了哦！好，这个是 Lions 车队当中的一些，就是让大家感受到非常有温度的这个亲情的部分。我觉得阿生这个角色，要请 Alan 来跟我们聊一下，经营一个车队要扛兄弟情，还要扛整个车队，而且还要就是这些，要不要请 Alan 也来说一说？这个经营车队我是从来没有试过的，在电影里面有。那我知道赛车是必须要花很多钱去经营的，对，所以是一个不简单的东西。那我们 Lion 车队就因为有这个车王，要自己你要自己讲吗？你说好了。
过气车王，过气的车王，对，对，所以就是有遇到经营上面的一些困难，是。不过很幸运的呢，我们有新秀，等一下会上台的，好的，小曹来救我们这个车队，所以大家一定要买票进去看了，因为非常精彩，我讲太难讲了，对对对的。那高英轩饰演是 Wolf 车队当中也是非常厉害的车手，演起来这么讨厌，但是又这么的帅的感觉，是不是也觉得印象深刻？哦，我觉得非常的大快人心，因为他们一直在讲他们这边很穷，那我这边就是有很多的金主啦，所以有很多的车，也有很多的钱。那我最不担心的就是其他的这些经济的问题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绝对是跑第一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第一，想要做最佳的冠军，就是 follow me 就对了。对，现在就是 Wolf 车队在拉车手了啊，毕竟车王已经过气了啊。好的，要谢谢三位，不管是我们的过气车王，还是我们努力扛起车队的这个 Alan， 谢谢三位。来，我们邀请三位先请回座。谢谢大家。好的，到底 Lance 车队跟 Wolf 车队会在这个赛车道上到底怎么样争个输赢，欢迎大家进戏院。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在电影当中怎么样从完全是真的不会啊，训练到会，我们要欢迎饰演李丽丽的昆凌，还有饰演是杜杰克的曹佑宁，欢迎两位台上请。好的，我们先一起拍个合照啊，来看正前方，来正中间帮我们看一下哦。好，右手边下方也帮我们看一下。好，左手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哦。好，正中间，谢谢。好，我们请昆凌将麦克风交给我们的男女主角。好，请昆凌先跟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好吗？各位现场大家好，我是昆凌，我在叱咤风云里面饰演李丽丽。李丽丽哦，非常厉害。曹佑宁。Hello， 现场的美女们，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佑宁，我在《叱咤风云》里面饰演的是杜杰克。是，然后请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爽啊！现在小刀喊得很大声啊，请昆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电影里面又要开车又要骑重机，完全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女车手。对于你来说，有没有觉得很困难的地方，或者觉得很也像小刀说的很爽的地方？哇，很多耶！我觉得困难是真的是拍这部戏才知道，原来车手这么辛苦，这么多事情要克服。是，就是不管是空间感啊、速度感，就是各方面，他们都是要素质非常强大，才有办法当一个车手。没错，没错。而且叱咤在中文里面的解释是有发怒跟呵斥的意思，所以在里面吕丽丽到底要怎么样呵斥这个杜杰克，把他从就是一个非常害羞紧张的这个只是开模拟赛车手，训练到真的上场比赛啊？那请曹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部电影当中，你有没有也觉得必须让所有的朋友们进到戏院看的理由？有没有最精彩的地方？我觉得，第一个它是赛车电影嘛，那这个题材在亚洲来讲本来就非常少。是。那这一部不只是看到赛车的速度感，然后比赛的竞赛感，那相对的它还有很多的友情、亲情，包括团体合作。对，对，一方面的是，你看曹你讲的其实就是我们上面的 slogan 了，油门全开就要追到你。为什么会有这句 slogan？ 到时候也欢迎大家进到戏院来感受一下啊。好的，当然我们真的要一直很谢谢力宝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力宝，好不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麦克风，谢谢。我们也要再次邀请陈副董事长台上请，谢谢。好的，我们请昆凌跟曹宁，我们往这边一小小步啊，谢谢。好的，来，请工作人员将我们特制的叱咤风云的海报要送给力宝。好的，我们一起看正前方哦。来，正中间，谢谢。好，请三位的右手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哦，右手边。好，左手边也帮我们看一下，谢谢。然后谢谢，再次感谢力宝给我们这么棒的场地跟合作，谢谢谢谢陈董事长，谢谢。然后谢谢昆凌跟曹佑宁，我们先请合作，谢谢。好的，在整个的电影的拍摄跟整个的后制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知道就是导演要求非常严格，两位制片人非常用心，但是这一位真的也是严格中的严格，才可以推出这么好的作品啊！欢迎《叱咤风云》的监制，欢迎周杰伦。
请周杰伦先跟我们现场的、跟国际的媒体，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好，各位现场的朋友，很开心来到这个力宝赛车场这边，其实回忆非常的多。是，首先呢，谢谢这个力宝赛车场这么的支持。好，那这部电影呢，当然来到台中也要感受一下台中的热情。没错。好，我希望今天首映的时候，大家都看得非常开心。一定一定。好，然后那个，也谢谢这些，谢谢歌迷朋友们啊、哦，谢谢这里，谢谢媒体朋友们。然后当然这个后面啊，有一些车友，哦，要特别感谢这些车友，他们很辛苦啊、哦，把那个车开到那边，然后要排四个字，对，叱咤风云。我不知道导演为什么有这样的 idea。但是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感动的，就是哎，好像就是号召一号召，然后他们就全部来助阵，对，啊，发现了这个中南部真的很多很热情的，是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人情味就是这样子。对，我觉得在叱咤风云当中，除了对。还有春风台风代表、啊、好的，我们也号召了非常多的新友们一起啊、哦、其实真的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叱咤风云里面不单只有速度跟赛车的竞赛的感觉，觉得感情也在里面放得很重。 对、嗯、以往呢我们这个只要是赛车的影片啊都会想到郑伊健，对、哦、对对对，是不是？但是在演艺圈呢，我跟你讲啊、哦、除了郭富城之外，收集车最多的是谁？你知道谁？林志颖。你很烦耶、欸啊、林志颖，这些都是车王，我希望这些车王可以来看电影感受一下。没错没错，让车王号召更多的车友一起啊、哦、那也要问一下杰伦，我们在里面因为有客串很重要关键性的角色、哦、对，身为监制，为什么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真的是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创举的赛车电影，有什么样的概念或者心情要传达给大家吗？其实讲真的、哦、我是负责这个街道，然后赛道是给专业的，是，对，那街道其实有点像，比如说打篮球有职业的跟街球的，是，我是走街球路线，真的，你是深入民间的民间达人，比较 freestyle 一点，是，对对对，那 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看赛车电影啊，那我觉得在一部电影里面你可以有两种都看得到，是，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对，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叱咤风云的主题曲也是杰伦打造的。哦，对对对对，是不是也是要传达那种很洗脑很热血的感觉？对，看到范逸臣跟那个 Alan 啊，他们在这个戏里面他们飙戏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已经得奖的感觉了。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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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我其实很少夸别人的，是，我是这个真的很少夸别人的，我觉得他们在戏里面的表现，我其实已经跟着导演剪接了很多次了，看得还是很感动。是，那我希望等一下在电影有不一样的感觉。对，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是媒体的，你也知道，要得到媒体的喜欢，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就是厉害的一部作品。因为我为了要主持，所以我先看过，真的跟大家挂保证。我本来一开始也是有点迟疑，想说是吗？迟疑是不是？还就是很迟疑，就也是迟疑了一下，说有问题是不是？不是不是，迟疑什么？我迟疑了一下，想要说到底要不要夸奖这部电影？看完之后完全没有迟疑。原因就是觉得太精彩，就是我觉得我要的速度感跟我觉得很精彩的感情戏在里面都可以掌握。今天为什么我们请到这样的主持人，你们知道了哈？怎么样？有 sense， 好好，是的，对，非常好，有 sense。今天你看阿 Ken 就没有来了。不要这样说，对的。你有没有来？好，讲真的，其实我来做一个预言，好不好？好的，请预言。我希望，算了，不要说预言了、啊。好。啊，就是希望。我们通常这个一天票房通常是多少？两三百万，正常来讲的话，厉害了哦。好不好？我们就是三天破千万，怎么样？三天破千万，来先掌声鼓励一下。希望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再接再厉。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五天破千万嘛，好不好？对，通常不是有些人会许一些承诺吗？对啊，破衣服啊，干嘛的、啊？对不对？谢谢周杰伦。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没那么傻啊，没那么傻。我们再接再厉，没问题。但是我跟你讲，如果破千万，这个希望媒体朋友、这位大哥大姐一定要好好报道一下，好不好？对，就是要谢谢帮我们多报道哦，我们大家才可以多多用作品来报答大家，是是是，好不好？谢谢。好的，要谢谢监制，请监制留步哦。我们邀请我们的这个制片人、导演还有我们演员，我们一起来拍个大合照，好不好？来，麦克风我帮杰伦收一下，谢谢。好的，来，我们一起来到台上拍大合照，然后透过我们所有演员朋友们大家的努力哦，终于这部作品。要跟大家见面咯，好的，我们要麻烦大家一起看正前方哦。
好，麻烦正中间帮我们看一下，正中间，我们是不是一起比出一，好不好？我们要票房冲到第一哦。来，正中间，好，来，大家的一起的右手边帮我们看一下，右手边。好，左手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左手边。好，正中间再看一下，谢谢。好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明星好朋友也来到现场哦，我们要请春风，春风是我们台中代表哦，所以到底哪一个地方可以先快速破千万，要请春风台中地区帮我们稍微努力一下。要好，来中间，哎，可以，来，我们一起哦，来，好，来正中间，谢谢。好的，我们也一起都比出一哦。好，第一名的概念哦，到底车王是谁能够夺下这个宝座？也欢迎大家1月16号到电影院一起来支持，谢谢，谢谢春风哦，请春风先请回座，谢谢。好的，那我们邀请我们的贵宾一起来跟我们拍一个合照，我们要欢迎副董事长。请，也要欢迎我们发行电影的盛泰集团总经理暨新泰娱乐董事长廖伟明董事长，台上请。也要欢迎我们的制片人张秉成，还有工商艺 Kitty， 台上请。我们一起来拍个合照。哎，小胖是不是？好，小胖一起，好。来，小胖台上请，我们来拍个合照哦。谢谢。来，我们来看正中间。我们请。好的，我们要不要分成两排？媒体大哥这样会不会不好拍？还是这样 OK？ 好，这样 OK 哈，那就不不。好，来，谢谢。好，来，我们靠近一点点哦。来，大家一起看正前方。我们一起也是比出一哦，有叱咤风云1月16号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以赛车为题材的主题电影。让各位朋友们在电影当中感受到不管是速度感或者是温情的感受。来，我们正中间看一下，来大家的左手边看一下，来视线左手边。今天有好多的贵宾朋友们都一起来到现场支持。好的，右手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哦。谢谢。好的，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现场的贵宾朋友们，然后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就来到一起支持叱咤风云的媒体朋友，再次感谢大家。待会儿呢，我们在台上进行电子媒体的访问。好的，也请。好，我们也要再次感谢今天现场的，不管是我们非常厉害的车手老师哦，谢谢你们为了这个电影投入这么多的热情，还有这么多的付出，谢谢。也要谢谢现场的影迷朋友。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将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台上的贵宾，我们现在呢也要来问一些问题，让电子媒体朋友们，大家如果有需要收音的需求，可以把麦克风交给工作人员。好，稍等我们一下下哦。那好，让 Kitty。好，麦克风都 OK 喽。好的，好的，我们要请这个跟红跟小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小高先说好了，我们在2周之内，火速决定定档要上映，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或会不会很紧张？其实压力是巨大无比的，是。但是因为我们希望。很多地方都能同步上映，所以我们决定就是2个礼拜我们也要冲。而且我觉得这个档期其实是好的，因为是一个新的开年，2021。我觉得，所以其实今天我们选在这个记者会办在力宝赛车场的龙门，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我们突破，是冲破这个终点线的概念。没错，没错。然后那希望这部电影就能够带给大家都好彩头，因为去年大家都心情比较。低落一点，那希望今年就有很好的发展。是的，那也要请根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终于我们筹备了这么久哦，然后终于要上映了。那也希望就是说呢，影迷朋友们进到电影院当中，带走什么样的心情跟感动呢？我觉得这个择日不如撞日，就在这2021，我们一开始
这个一月上映，我觉得叱咤风云确实希望给大家一些力量，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在讲的就是在逆境当中你怎么反败为胜，你怎么重返荣耀，你怎么再次叱咤风云，我觉得许多的人都需要。所以其实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是一个也是一个老板，他的事业因为疫情的关系整个重新洗牌，是在这当中看到，尤其他的感受是应该跟柯有伦跟 Alan 是非常感受同，他既然一个女生在看到那个事业的部分既然是会掉眼泪的，你就知道这对大家来讲其实有很多的冲击，但是叱咤风云要再次给大家带来一股勇气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在2021再次叱咤风云，耶、yeah! yeah, ！掌声鼓励哈。好的，邀请监制杰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完成这么棒的作品，而且是跟自己这么棒的兄弟一起完成，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整个过程当中的心情。其实我刚刚就是在想，什么时候进电影院看？就是今天了，这个感觉是一直非常期待的，就是有点像比如说我的唱片，终于要出来那种感觉。对，虽然说唱片还早哈，是，大家你看，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要写歌是很快的事情，对我来说，只是要不要而已。但是拍电影不是要不要啊，拍电影这个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啊，而且我们拍这个是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你看那个主题曲，然后这个主题曲是在 Mojito 之前的，是 Mojito 是感觉好像，对不对？其实是。主题曲是早就已经写好了，没错没错，对对对 ，MV 都就拍好，对，早就已经弄好了。我觉得哇，2021，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正能量的开始。这部电影其实不是一般大家看到的赛车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励志的。那个我觉得我自己拍电影呢的话，我希望给人家一个很棒的正能量。我不是属于那种什么悲剧导演，我非常讨厌悲剧导演。对对对对。我有时候看电影很入戏，你知道，我就觉得这个结尾怎么可以这样子哦？我不喜欢这样，我是一个很正能量，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希望带给大家，重新的燃起，对，我们忘记过去2020，我们从2021重新的开始。没错，没错。对，而且让大家看完电影离开戏院的时候，心里面是满的，都很足够的哦，不是出戏院反而还很失落。来，曹耀宁这边讲到的非常就是要逆境变成顺境，我觉得曹耀宁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里面饰演的，从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到一直冲，然后到最后我不能够破梗，但最后有个非常让大家觉得很感动的部分，这个诠释上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辛苦的地方，或者是觉得很开心的地方？我觉得其实最难的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为了一个自己爱的人，然后甚至是你连生命都不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很大的勇气啊，那不是每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对，那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也要说服自己的那个过程中也比较久一点。是，而且也可以让大家看到电影当中曹佑宁有那种呆呆的可爱哈，就是小男生怎么样从呆呆到变得很帅的车手，也要大家进到戏院当中支持啊。请昆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不管是我们今天一字排开，你是唯一的女主角，重点是在这个整个赛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让大家看到唯一的女车手，所以有一点点性别歧视的行业当中，又要冲出一片天，而且要坚持到底，饰演这个角色。是不是要给很多女生朋友们告诉大家要更相信自己，对不对？像我刚刚就在车子里面，我跟女赛车手聊了一下，我就说，你们女赛车手多吗？他说就只有两三个，所以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女赛车手真的很少。然后我觉得，因为女生要有这么大的胆量，跟男生拼那个速度，跟拼到最终有点不怕死，我觉得女生还是有点小怕这个件事情，男生比较有那种不怕死的 guts。然后所以女生要把自己拼到跟男生一样，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还蛮辛苦的过程，是不管是不是赛车。对，所以在里面饰演我觉得莉莉的角色就是一直在之中挣扎，就是可能不管自己的体力也好啊，身形也好，就是跟男生比真的是有困难的。对，但是怎么样可以突破这些困难哦？我们要让很多女生朋友们就是不要以为这部电影只有男生适合看哦，女生也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力量啊。谢谢啊，要请翻译成跟 Alan 也跟我们聊一下，在里面就是一起合作了这个就叱咤风云这首歌，是也是透过这首歌也要带给大家跟刚刚杰伦说的那种正向的感受。是啊，对对对，讲一下感受好感受的部分，其实这首歌就是听了会让你
热血喷张，然后会让你很嗨，然后也会很洗脑的一首歌，然后搭配上我们电影的片段，以及我跟 Alan 我们去拍这个 MV 的那些片段，其实会让你对这首歌跟我们的电影非常难忘，对。然后我们在拍摄 MV 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印象很深刻，我们在这个隧道里面，对，隧道当时也是夏天，然后隧道里面非常的闷热，所有人都在里面。然后看到超级超级多的林也在为我们呐喊，然后呼叫，真的觉得不管是拍 MV 还是拍一个电影，需要很多人的支持。对，像我们电影有这么多人的支持，在这个拍摄的这个阶段，我相信到之后从1月16号之后，我们更需要的是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对，希望他们可以到戏院支持我们的电影。谢谢。而且我觉得 Alan 也可以讲一下哦，我们在台上有这么多的算是前辈的，对不对？也是算看着你长大的这么多那么厉害的车手老师们哦，所以对于你来讲，看到他们跟他们一起合作，是不是也是各种不一样的感受？首先在这边要谢谢曾经跟爸爸一起出生入死的这群兄弟们呢，然后像阿辉叔叔啊，然后小猪叔叔，然后有很多其他的。年轻一辈的我可能都不太认识，因为我本人已经不做特技很多年。是，所以你也是叔叔类了。对对对，所以我也是叔叔类。对，就是很开心这次监制可以给我们这个这么棒的机会，让这些特技演员们重新再启动，然后再发挥。是。然后我要讲回刚刚那个 MV 的事情，《叱咤风云》MV 的事情，就是因为监制他的幻想都是很大的，做任何东西都是很满的。是。所以呢，在那个拍摄 MV 的时候呢，就是下面的观众呢，我一上台的时候我就跟范逸臣说。我在我自己演唱会都没有看过这么多人，那么多人，是气势，气势，气势一定要有，整条隧道满满的是人，然后带着那首歌，然后带上我们拍完整个叱咤风云的那种心情，所以是非常兴奋的，所以希望大家在1月16号的时候真的可以踏进戏院，然后一票一票的支持叱咤风云，因为一定会在叱咤风云里面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是的，是的哦，就是让大家一票一票的，让我们用作品来报答大家哦。好的，高一轩，你要讲一下吗？你这个反派怕？哦，我要讲一下，我要讲。你要讲一下，因为重要的是怕不怕，反派就代表是很让人不舒服的东西。对，在今天，如果整部《叱咤风云》跟 Lions 车队就代表是一个新的希望的话，是，那他们就是2021，那我呢就是2020了。很好，好酷。反派他说让人不舒服的东西哈，我们要谢谢这个东西，谢谢 yeah, 谢谢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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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好的，最后的结尾我们要请导演讲一下，希望大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可以给年轻人或者是正在努力创作的这些人有没有什么样的鼓励呢？ OK， 首先我想要谢谢我们一个非常强大的反派，可以让所有的角色都有一个历程可以成长。是，那我觉得虽然它是一个赛车题材的电影，可是它很一大的一部分在反映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在比赛，就在赛车。那困境越大，我们越能够让自己提升，让自己努力去突破那个困境。所以如果说赤道部分想要传达最最重要的事情，我会说是因为我希望大家在目前的困境之中都可以找到一线希望，都可以找到自己接下来努力的目标。谢谢，谢谢，谢谢导演。好的，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麦克风哦。其实我觉得这可以呼应到电影里面，在雨天开车的时候，对不对？你要在地上找到你自己的路线，找到最安全而且可以得胜的方法，非常重要。好，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今天要来到现场好多的这个网红贵宾一起拍个合照，好不好？我们请我们的演员还有监制跟新人，我们往你们的右手边一小小步，谢谢。我们要不要也分成？对，好，分成两排哦。谢谢我们的网红贵宾一起，谢谢。谢谢你们来支持哦，谢谢。好的，我们要谢谢盛田石，谢谢阿滴、韩秋草、台湾达人秀、李丹、胡子、小杰、健宝、阿静、佩姐小姐、绅士痞子跟小 Ella， 谢谢。谢谢。好的，我们一起来拍个合照哦，来麻烦正中间。好，也请大家我们一起比一，谢谢。希望叱咤风云都能够在2021的一开。就能够开出红牌喽，谢谢大家。来，正中间看一下，谢谢。好，谢谢我们的网红团体，谢谢你们。谢谢我们的网红团体，先请入座，谢谢。我们从正中间的楼梯下来好吗？正中间的楼梯，谢谢。
月十六号正式上映《叱咤风云》，在全台83家戏院都有，让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掌握到《叱咤风云》当中的演出的日期跟时间，请大家多多支持。来，麻烦正中间，我们拍个合照哦，谢谢。好的，待会儿我们的首映哦，欢迎大家移驾到力宝秀派影城，我们5点整都首映哦。也请大家帮我们多多宣传，希望大家一起进到戏院当中，请急速朋友来正中间，谢谢，谢谢现场所有的媒体，好，谢谢，我们要请我们的那个贵宾，我们先请回座，也谢谢今天的所有的贵宾朋友们一起来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好的，那谢谢监制周杰伦，谢谢制片人小妞，还有高红。在今天这个最后的尾声，我们也有一个事情要宣布。昨天呢，我们跟所有的主创还有我们的 partner 讨论很久，感谢力宝赛车场一路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最后在这2个月的宣传期结束后，我们会送给我们其中一台主创的车留在力宝赛车场，谢谢你们，谢谢，谢谢。然后到时候大家再来拍照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好，1月16，叱咤风云，谢谢，谢谢，谢谢小刀，谢谢制片人小刀，谢谢，谢谢 Helen， 谢谢。好的，我们一下到平面的访问区了哦。好，谢谢康林，谢谢导演，谢谢杰伦，谢谢一轩，谢谢戴一晨，谢谢高红，谢谢大家，再次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到来，谢谢。好的，我们要请制片人还有导演，我们先移驾到我们的平面专访区。好像麻烦大家，我们的口罩还是要戴起来哦，谢谢大家，我们要配合防疫规定。1月16号，希望大家进到戏院支持《叱咤风云》，谢谢。Thank you.
他是要 cooking to Chinese。OK。有没有就是说，我讲话有没有？就是一定要会说，哎，对，就是咱们比较近，就是咱们刚刚我们讲的中文。慢的超感觉飞你出的风吹有的飞发乱飞唯一比我快是你的眼泪从年之后再跟你说抱歉别存在我都想要超越太多小红书上就算是资源多想要远离这七千里一线去分辨些以后体验真正在小红没回报，站住！86开亮了。刚刚说他是要开过去的。OK。